这个卫生设备好高端了呢。是啊，这样看起来干净多了。我之前都是电纸巾，哎，像这样都省事儿了。对啊，这个太智能了，按一下按钮就换膜了。嗯，没想到现在公共卫生间的设备做得这么好了。是吧？嗯，稍微也抽一张纸。嗯，这边挺智能的。越来越高科技了。嗯，你说要是所有的公共厕所都有这个位节点就好了。